您最近跟方文山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歌，能介绍一下什么机缘之下跟他合作的吗？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，就是以中国风的感觉，当时想到方文山老师作词也是非常厉害，当时看到词也是非常震撼。这词对你来说难唱吗？挺难唱的，很难记这个词儿。那会不会说有一天，比如说也想跟周杰伦单独再合作？有希望的话，当然想跟杰伦哥再合作。是不是周杰伦这次帮你在中间介绍呀，和方文山合作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，应该不是。现在看自己就前两年，是不是觉得没有萌萌哒的，就还挺小孩气？不是，我现在也很小孩。自己有觉得这两年有明显的成长变化吗？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，就是还是成熟了，肯定不是变化。平时除了就相貌、个头，还有什么表现吗？成熟，我现在如果不剃胡子会有胡渣，就会有会长出来的。因为最近那个刚刚上一期刚刚录了一期，是不是？我录了四期。然后就是再跟兄弟们见面是一个什么场景？因为我们私下也有大家一块吃饭呀、玩啊，所以还是比较熟悉的感觉。对，之前王大陆说你们其实有一个就是生态链，然后谁欺负谁那种，你们这次是这样的？生态链。就一般都是他被欺负，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声音。他食物链底端是吗？就是大家有什么玩笑都往他身上开，因为大陆其实本身性格特别特别好，所以他就是大家都跟他开玩笑。对对。那看那个张一山的微博，好像你们现在也是开启这个互黑的这种日常，是吗？其实并不是互，因为他本身的表情真的太丰富了，就是只要抓拍到他，就是感觉就是行走的表情包嘛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在团队中是一个就属于颜值担当的角色，对吗？低调一点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